所以这个叫业感，它就会感召你，把你拉过去，然后你就开始不断的受苦。所以各位，这个你现在要清理干净，我们叫归零，在你往生之前一定要清理干净。你不清理干净，你又去投胎在那个地方了。那所以守八关斋戒，让我们身口一清净，只有正念，就让我们现在慢慢干净了。所以为什么功德这么大？守一天八关斋戒，比在极乐世界修百年功德大。你只要保持清，那保持清净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不断的慈悲，因为你超越自我去关心别人。一般我们关心的是我，对不对？我即我所。那现在你就开始一直意念众生苦、地狱道苦、恶鬼道苦，那你就把你自己超越了。所以佛陀说，慈悲是证得空性最快的方法。那各位就要不间断的去慈悲。我想整个新加坡也好，不管你住哪，都是慈悲的对象，河边、树下、人类、动物，海鲜店，你走到河边看到两个年轻人手牵手在谈恋爱，哦，妈你别没有可怜哦。这下要签多久了？苦啊，对不对？哪有人把心交给别人的呢？然后自己怕得要死，不要伤害我的心哦。这就是女人说："我把心给你了，你要好好保护我的爱哦。"那个时候没保护的啦，他打了麻将就丢在地上了。那你会觉得这就是我的，这是我的生命的全部呢，爱呢，那你就很苦了，你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存在，一切都是一个虚幻的、幻化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一直对，你要故意把你执着的观无常、观不净、观空，了解吧？对自己是如此，那对别人呢？要慈悲，你知道他不知道哦，他去他们谈恋爱，哇，苦啊，对不对？执着什么都苦啊，所以一个越有出离心，越有空性的，越有大悲心，因为众生呢，他不了解，你执着身体是你的，那真苦啊。然后那些猪要被杀了，鸡要被杀了，不知道，哇，苦啊！而且他们杀有没有打麻醉剂啊？没有的，那个才苦嘞！各位要去开刀看看，不要打麻醉剂看看，那没有办法形容的。但是他们却不断的被屠杀所以最近网络有几个骗子我都看过，牛肉切一块下来放在市场卖，带回家啃得败掉没，还在那边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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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的，还在颤抖，还在颤抖。牛你把头给斩断了，皮扒掉了，肉都被卖完了，剩下牛头，他眼睛还在那边绕，还在看呢。动物都是如此的，因为它执着它的身体，很苦的，那些狐狸、兔子被扒皮扒完了，它还在那边飘，看自己那不赔啊，很痛，因为他们一定要他们活活的时候扒皮才可以扒得下来，它懒得杀它，把你扒完皮就丢在那边，它还杀你太麻烦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他们更厉害了，为了经济效果，兔子抓出来。头脚绑着，就一直拔它毛，兔子就一直干干干，拔完了再给它丢下去，再给你3个月长出来，再抓出来拔。现在因为鹅绒贵啊，对不对？兔毛好的品种的兔子贵啊，所以这不用杀，3个月就养多一点就好了。哇，那种叫声没办法形容，我去看了，我永远要去看，因为我要记住这种苦。各位，等一下我们互相拔几根头发好了。他们就是这样，而且那个刚长出来的毛正好啪啪啪啪啪啪，哇！技术，那个哭啊，哭到没办法。他们鸭子怎么养？鸭子就是用灌的，不给你吃东西的，从小鸭就是用灌的，对不对？嘴巴打开，耳朵打开，灌灌灌，然后他们这样才会一直累积，然后肝会爆，对不对？要脂肪肝哦，快速。他不让你吃的，每一只都灌，所以每天都被伤害。很多都是这样流血的，因为喉咙都坏掉了，直接插到肠子里面用灌的，这样你的肝才会长得快。
一辈子就关在那边。各位，你要看到那些猪，那些母猪，它不能站起来，它只能躺着，躺完交配，然后生，然后到最后就杀掉，为了人类。所以这些各位你要去了解，不舍众生苦，但是你虽然苦，你也不能怕，观万法皆空，没有我在受苦，但是我还要救他们，一直救他们，事实上杀猪的也很可怜，因为他不知道他的苦，被杀的也很可怜，原因就是有人要吃，这样，有人要吃，有人要用哦，鹅毛的哦，这些羽绒的哦，那他们就很可怜了。所以我想各位在念欧玛尼贝明哄的时候，要这样观。观想自己为观音菩萨，不是查查，观音菩萨是一种慈悲。我观想我是观音菩萨，欧玛尼贝明哄，那是我意念的众生苦，然后又了解那是如幻如化的空性，在空性里面又不离悲心，欧玛尼贝明哄，一直这样练习。千万不要说哦，我念了一万遍、二十万遍。我看人不看他是读什么毕业，我是感受到这个人有没有这种悲心，这个才是修行。你的名片写再多都没用。是你这个人有没有那种力量，有那种力量自然有悲心就有悲心的力量，有智慧就有智慧的力量。但是智慧比慈悲还重要。因为你越有空性你才越会有慈悲，要以智慧来引导慈悲。然后达到悲智和欲的状态。就像我们在做烟供，各位要这样观想，火就是智慧，哇，力量很大，那个光是空性，然后火是悲心，在悲智合一，把这个食物化为烟供，然后利益无量无边众生。时时刻刻你要保持在这种身心灵的状态，这个叫嗡嘛呢叭咪吽。所以念佛的人要有念佛的悲心呢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不要念嗡嘛呢叭咪吽好不好？阿弥陀佛，很多人是这样的，讨厌别人，所以我很多道场，海涛法师，你来我们这边就讲念佛法门就好了，不能做烟供，不能阿弥陀佛，那我们再被供下。当然，我还是要讲，他没问题。事实上，我每一句话都是阿弥陀佛。但是我还是念佛好啊，念佛哪里不好？但是不能有分别，但我看他们很分别，我就很烦恼。这个他们不能去极乐世界，毁谤正法，轻慢正法，不得往生呢。你还是要去跟他们讲，对不对？慢慢慢慢他们改变。所以我很怕那个人，对不起，我是专宗的，我是念佛祈祷的，这个就去不了极乐世界，了解吗？万法都是阿弥陀佛，一切法都是空性无凭 无分别的，所以一念一佛等于百千万佛，灌一次顶等于所有的，你灌顶，你今天灌的是白度母，那你所有的佛菩萨都变成白度母这样而已，并不是说我灌完这个再来灌完这个，还没什么没灌完，因为对你有分别嘛。现在交通方便了，到处灌了，以前就是一法就成就了嘛，一即一切，知一全解，知道一。就全部了解了，因为对他来讲一法得成就，但是你不能说我这样一法得成就，所以我就舍弃别的法，那错了。事实上你念阿弥陀佛跟我在念阿弥陀佛是一样的，我没分别，反而是你有分别，所以你会出问题。所以希望在这边各位千万不要排斥排斥排斥啊，因为我有一次去香港，有个老和尚说：“海涛法师，我问你，《欧玛尼贝咪哄》出在哪一本经典？”我说：“有啊，这个不是佛教，我不能回答，因为他是老和尚。”哦，老和尚，对不起，阿弥陀佛，在你面前我会念阿弥陀佛。因为我们不能得罪老和尚，但是只因老和尚这样讲，我们就好吧，那就好了。但是因为他这样讲，我就觉得很危险。哇，那这样他就把我们当作异类怪类，对不对？那就很可怜了。所以我想各位要这样，空性是万法都是平等的，只是显现不一样。请问这个花有没有空性？麦克风有没有空性？音响有没有空性？灯有没有空性？平等的只是相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不管你念佛持咒，都是要安住在这种空性的阶段，只是借由不一样的方便来了解佛法。这个灯是缘起性空的，所以它是空性，从灯你就可以开悟。
花也好，音响也好，都是因缘和合无自性的啊。但是你千万不能说我喜欢麦克风，连吃饭都拿了麦克风啊，因为麦克风是在什么时候？哎，啊，他说他也是空性啊，所以呢，那在这一点，我借由各位在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，事实上你念什么咒都可以。你说好、啊，师父，我很多咒不会念，这叫 Om Mani Padme Hum。你有一个悲心就好了。这个人生病，我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我变成药师佛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人很穷，我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希望他发财，那就好了。啊，你要有一个好的动机，念什么都可以了。啊，你能够学更多的方便，他喜欢那就好。啊，所以我想在这样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。啊，那我们要不执着相，不着身，若以相以身见我，世人行邪道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形象，什么样的修行的方法，这个都是让我们契入空性，而契入空性就是万法都是虚幻的，啊，暂时存在的，不是没有存在过，只是这个存在是暂时的。请问这个法会存在多久啊？明天就晚上就 OK 了，明天搞不好这边就吃肉喝酒唱歌跳舞卡拉 OK 了，啊。所以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已，但是我们就保持在这种状态就好了啊！希望大家天天守八关斋戒，好不好？在你的心里面保持这种清净的 Om Mani Padme Hum 啊！所谓一心念佛，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要干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！有一次有人帮我开车，阿弥陀佛，哎，你干嘛在念个这些啊？因为他这样很危险了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一心念佛讲的是你的心理状态，保持在一个佛的菩提心空性，一个利他的状态，对不对？一个不执着的状态，而是当然念佛的声音可是帮助你的。但是如果你在跟人家聊天，你不要在那边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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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吧？那你就这个就奇怪，就叫偏执了，偏执了。这些状态各位一定要分析清楚啊，分析清楚，然后呢，免得跟人家对立。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念 Om Mani Padme Hum 是一样的，四圣谛一样的，啊，然后只是一个人的因缘契入，契入，你要从这边进来，还是从窗户跳进来都可以了，还有后门也可以进来，啊，你只要进来就好，因为方便有多嘛。只是一个菩萨，你不能只修一个法门，为什么？因为菩萨要广度各类有情。不一样的众生，不一样的民族，有不一样修行的方法，我们要配合他。啊，你不能把中国佛教硬塞到斯里兰卡。啊，所以我也经常要去泰国、缅甸各国家去学他们的方法，也是个方法。啊，但是呢，原理都一样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做菩萨，新加坡是国际都市，然后我有很多国际的各种法门，你偶尔都可以参与一下，只要你知见。不邪见的，你都可以去摸一下，因为你要学习他的方法啊，以这个方法来跟他解疑，学到更好的方法来帮助这一类的友情啊。我们不能佛教就一直都是穿黑色的啊，下回办一个穿漂亮一点来的，很多人就来漂亮我才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还要唱唱歌 OK 又来更多，一下还可以跳舞，太好了啊。因为佛法嘛，你只要动机正确，那你用各种方法，下回我们办八关斋戒吃 buffet 好不好啊？要吃两个钟头的那种呢，十点就 OK， 然后吃到十二点结斋，哇，更多人来加喝聊啊！我们在台湾受八关斋戒有一间寺庙很好，他说他要让人家睡午觉，睡到两点半了，我一宣布，哇，参加人多一倍。哦，大家带枕头来，太好了，等着睡午觉。哦，我在厝里困没起，到那边好睡啊。你睡午觉可以多很多人来啊，这边没得睡午睡，我说只好我一直讲，怕你们睡着啊。啊，两点半我也很高兴，哇，我马上来困。但是那种方法也可以度众，他们下午精神很好，对不对？大家念佛打坐，精神好了啊。因为老菩萨很喜欢睡在寺庙，所以我想佛教也用各种的方法
去帮助各种的众生，这个合起来叫什么？一心念佛啊，嗡嘛呢叭咪吽。然后你这样。